你说手脚健全是不是，然后长相也还可以，真的你从外表看你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，但是偏偏就是这里不行。这是穿鞋子，穿鞋子，走出门，我们走，我们去买菜。你不要抱着我。过来嘛，让我打一下。这衣服太短了，哎呀。多短？短呢。短是短一点点，就是这个时候穿，它是抬起去了，不抬起去了哪里短？哎，现在奶奶要去买菜，顺便带她出去走一走。这里也不是菜市场，就是一个乡下的地方。哎呦，你不看见没有？都是老年人在这里卖菜，奶奶就是喜欢来这个地方。你靠着我干嘛？嗯，你也去挑，去挑。哼。很少陪他们一起出来买菜，因为一般早上都没有时间。今天稍微早一点点，就陪他们一起出来逛一逛，是不是？来感受一下早上的氛围。多少钱？2块钱。啊？2块钱。2块钱。这里面要热闹一点，这里面都是摆摊的。现在有多少地方是这样摆摊的？奶奶也经常会带他们来这个地方，去菜市场啊，去广场啊，这些地方走走，因为多接触接触一下这里人多的地方，对西西来说也是挺好的，来感受一下人多的氛围。西西也是，她其实很喜欢去这种人多的地方，她有的时候会用手去抓人家，就抓人家其实也只是说，不是说用力的抓，就会有这么一个动作在。可能在他的认知里面，可能这是一个打招呼的动作吧。这里的菜也是相对来说也便宜一点，奶奶经常说这里的菜也便宜，所以特地到这里来买菜。和超市里比的话，能便宜个1-2块钱一斤吧。但是他就比较喜欢这里的氛围，这里有点老家的氛围。在超市里面买菜，始终感觉，不能讨价还价，知道吧？这里还可以讨价还价，还个1毛2毛的。你看西西在，奶奶在教西西在给他们打招呼，西西也只会打招呼。刚才那个卖菜的又在谈论西西，说西西可惜了，长这么好看就是不会说话。其实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也都是这么一句话，就是说西西太可惜了。你说手脚健全是不是？然后长相也还可以，真的你从外表看你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，但是偏偏就是这里不行，偏偏就是脑袋不行，你要是脑袋能聪明一点该多好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快去帮奶奶选，快去帮奶奶选选菜，快去，蹲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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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哦。坐在这里蹲不下来，那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蹲，他蹲不下来，一蹲下来的话他就是坐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？其实他也会帮忙的，看见没有？那你不这只是在帮倒忙。站起来，自己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你看他也在播。好了好了，给奶奶，给奶奶，给奶奶播好了，给奶奶。哎，给奶奶，把这个给奶奶。你看他播的可认真了。其实每次去菜市场也好，然后去超市也好，西西从来不会主动说他要吃什么东西，或者想要买什么东西，他从来不会表示，基本上都是家里人自己给他决定的。他不像妹妹，今天啊，或者我想吃什么菜，或者想吃什么零食，他都会自己说。西西从来不会说的，西西从来不会说，也从来不会自己去选择，这也是最心酸的地方。你说连自己想要什么、想吃什么都不会说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在看什么呢？你在看什么呢？买好了没有？买好了，买好了。就买这几样东西。嗯，辣椒、青菜。总共多少钱？这菜都不便宜，20块钱都不到。那个菜1块钱一斤，2块钱一大袋，这个8块钱。这个一大袋是2块钱是吧？买好了，那就回去了。回去。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啊，得了，回去了。走，回家。啊，回去了啊。差不多我也要去上班了。再见，拜拜。